式各样的角色扮演哦。是，哎，但是你像这5块钱，我们每一个项目里面都有它的标的价嘛，嗯，所以你们可以凑出来看看5块钱你可以选怎么样的角色搭配吗？做哪些？我先，嗯，我想选强的。你要选强的，我想选鲑鱼跟寿司。好，主人跟狗狗来一个宅男人工智慧。哎，人工智慧。这三个如果想要现场演出一个，你想要选哪一个？可是我们给大家选看看，这三个里面你们想看两，他们两位扮演什么样的关系？鲑鱼寿司，鲑鱼寿司，鲑鱼寿司。那我念给你一个灵感好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我有米。好，那我鲑鱼。好，好，怎么办啊？我身上都酸酸的，我好怕这辈子都没有人爱我了哦。饭，嗯，你现在很寂寞吗？我很寂寞。嗯，我是又在你身上吗？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哎，我们怎么意外的合啊？大概就是类似这样，可以，哎，可以再更多了，对不对？可以。哎，我知道我刚刚设定的细节很吸引我，是醋饭，哦，是醋饭呢，因为他有说他酸的，酸的，酸的，他没人喜欢我。鲑鱼跟寿司，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 好冷哦，怎么办？好冷哦。哎，水分一直在蒸发耶，怎么办？好冷。是饭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我是鲑鱼。我是鲑鱼吗？看不出来吗？因为我前几天改名，我改叫鲑鱼。所以我要，就是我好冷哦。是，对啊。